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Week Talk。本期分享跟大家复盘总结一下，在刚过去天里，整个加密市场有哪些大事发生。昨天整个加密市场有了一波不小的上升，比特币最高站上了70000美金，以太坊也是来到了3850美金以上，整个山寨币更有一波3%到5%左右的一个普涨。那么这两天走势最好的是整个的游戏赛道，游戏赛道这两天基本上普涨超过15%，那么一些好的标的甚至涨幅超过30%。不过说实话，目前游戏赛道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项目跑出来，那么后面会跟大家介绍两个这两天走的比较猛的标的。那么除了游戏赛道之外，那么这两天走的好的标赛道还是整个的币安强装币方面。我们看到 Knot 在这两天强势暴拉了超过有3倍了，那么最高也是接近 0.03， 同时整个的 BB 最高也是来到了 0.84， 所以币安强装币真的很凶。包括这两天我们也看到 Renzo 也是开始启动，所以币安强装币是除游戏赛道以外走的最猛的。而这两个标的这两天可也是一直持续翻倍。整个比特币生态方面，我们看到这个符文的龙头狗在今天再创历史新高，已经来到了最高将近 0.095， 所以确实市值跟价格也都再创新高。那么整个的铭文方面，像奥迪赛斯在今天也是稍微开涨，奥迪甚至一度都要接近50美金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包括整个比特币上的 NFT 这两天也是稍有起色。那么 BAC 跟 Universe 这两个新的游戏标的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那么这两个标的应该是属于同一个团队来去做的两个不同的项目。那么我看到 BEC 在今天已经发币，不过目前整个交易量不算是特别大，那么价格方面倒也还好。那么如果说能够趁上这波游戏的热潮，可能整个 BEC 也是有比较大的投资机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 Universe 也是在6月6号的时候会正式上线的 OK，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标的算运气比较好，也是目前赶上游戏 timing 的标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但除此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游戏标的跑出来。那么我们今天也看到蓝狐跟 Toad 老师也是写了推文来去讲了 Arbitrum 的一些事件。我觉得通过 Arbitrum 的这个事情，我也想跟大家去来聊一下，为什么在目前这个阶段好像整个的山寨币或者这个所谓的 VC 币一直不行的一个原因吧。包括我们也看到在今天币安出现了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哥们说币安账户里的100万美金就是灰飞烟灭，结果经过币安官方的调查应该是插件的问题，所以对于这一系列的安全性问题，我也想跟大家提个醒，也是希望各位可以去保持这个十分的注意。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想分享的一些主要内容，请注意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均为个人建议分享，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投资风险很高，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如果你感兴趣，请点赞关注本频道，大家点赞与关注就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同时要 VIP 群，如果你有一对一的 Web3 咨询需求，或者想找到一个特别良好的交流社区，获取到一些有潜力的投资标的和财务密码，那么欢迎你扫码付费加群，我们的价格是500美金一年，所以如果感兴趣，欢迎各位扫码付费。那么最近两天的市场也是明显热闹起来了，那么非常明显的就是比特币价格开始出现了一波回升，今天最高也是来到了70000美金以上。那么我们看到 BNB 在今天也是强势突破，最高也是来到了635美金以上。那么或许在本周 BNB 可能又会再次开启全信息的 launch pool， 大家也可以拭目以待。那么除了 BNB 以太坊以及整个的比特币的走强之外，其实这两天整个的山寨币也算是争奇斗艳。那么最吸引人关注的应该还是整个币安强装币方面，我们看到 Knot 在最近几天可谓是暴拉超过有3倍，也是刷新了最近一段时间内币安强装币走势不行走势颓势的这个历史原因吧。虽然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 Knot 虽然在最近几天狂涨了好几倍，但实际上如果你要测算这一期的 launch pool 的收益，那其实依然还是不足1%的，远远低于牛市的时候的将近2.5%，甚至连挖矿时的收益1.8%都不够。所以虽然 Knot 的表现很好，但确实 Knot 在整个 launch pool 的收益率里面，那么也是从11月份到现在依然还是最低的。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那么不要被 Knot 二级时候疯狂强势的暴拉所冲昏了头脑。那么目前看起来 Knot 的整个 launch pool 的收益率还是比较低的。不过在这一轮里，如果有小伙伴抓住了 Knot 这个标的，应该还是比较的有机会的。那么包括像 BB 其实也是出现了一轮暴拉，之前我以为整个币安新币应该会告一段落，那么没想到他们是再创新高，这确实也是打破了我个人的一个印象和一些固有认知吧。总之有很多小伙伴们在问我说整个的币安新币还能不能追还能不能冲，我想说的是，对于币安新币这样的标的来说，虽然整个的基本盘都是币安经过检验的，但实际上你在玩币安新币的本质
跟你去开合约没有什么太大的两样，因为说实话 BICB 的爆拉不受于它基本盘好，而是背后的做市商就在拉，而做市商拉的原因，一是可以为币安获得更多的流量，二其实也是为了一个后续的操作以及出货来去做准备。所以呢，你对于现在的一个阶段去思考能不能追能不能冲，我觉得所有的所有都是跟你玩合约是一样，所以这是我个人对于币安新币的一个看法。那么诚然，如果说在开启 launch pool 之后，那么整个市场依然还是处于比较好的状态，那的确是可以往里面冲的。比如说我在之前也是发过好几期关于 launch pool 的一些操作手法，但目前的市场的情况跟当时已经完全不一样，整个的收益率也是降下很低了，所以我觉得也很难再去复制之前的一些操作方法了，大家就边走边看嘛。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对于 launch pool 来说，最为核心的依然还是要在挖矿的时候去来测算它的整体收益，那么这样子才能对后续这个标的能够涨多少，以说这个标的要不要持有，甚至说你二级要不要买入来去做一个比较核心的判断标准。但我觉得有了 Note 跟整个 BB 的这个前站，那下一期的 Launch Pool 以及下一期的这个 Mega Drop 估计很多小伙伴也会冲了，所以大家如果是挖的话，你可以把你的这个筹码留久一点，或许会有不错的一个收益。那么除了整个币安强装币方面，我刚才也说了，最近整个游戏赛道出现了一波普涨，基本上普涨的这个范围涨到了将近有 10%-15%， 那么一些强的标的甚至单日内涨幅就超过 20%。 那么对于这个呢，我想说的是，其实目前游戏赛道我个人判断有点涨得莫名其妙，我们目前没有看到一些特别好的游戏标的跑出来，那基本上也算是强装币在爆拉吧，那么算 Note 呀等等在走高来去引起的一轮吧。那虽然我刚才也说了，像 BAC 这个赛车游戏以及 Universe 它的这个等于说母公司的这个电阳的游戏项目嘛，也是在最近几天就发币了，但从 BAC 目前的走势上面来看，可能还没有走得特别好。虽然我觉得这个游戏的基本盘不错，而且在之前我也跟大家多次分享过这个游戏，但目前说实话，就这种游戏也不是我理想中的比较看好的 GameFi 的一个类型。所以虽然 GameFi 这两天出现了暴涨，但回归到整个基本盘，我依然没有看懂为什么在涨。包括你看到像爱丽丝这种标的之前都无人问津了，包括在之前 GameFi 稍微火的那波时间里面，这个标的也没什么讯息，没想到今天又爆拉 50% 几。所以真的目前就是强装币当道。那对于游戏赛道，我想说的是，游戏赛道的上升肯定是一个好事，这代表着游戏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但是游戏赛道到底能走多远，或者是能不能出现一些好的项目，包括对于我个人而言，可能我觉得除了这些已经上线 币安 啊 OK 的这种二级标记，真的能让大家赚到大钱的依然还是要回归到整个社区中。所以呢，最近几天我也会发现一些是不是有价值的一些从社区中做起来的游戏项目，可能那样的项目更会具有一些投资价值，也能给大家带来比较高倍数的一个收益。那么对于 BAC 以这个 Universe 这几个项目也是推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几个项目也是属于基本盘比较好，但也是可以试一下的，毕竟基本盘放在那里我觉得问题应该还是不大的，所以大家也可以保持关注一下。而且 BAC 已经发币了，你可以来到它的这个官网来去看一下，无论你是购买啊怎么样也都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再把目光去回归到整个比特币生态方面，我们看到今天比特币生态方面的符文狗又涨疯了。那么狗在刚才最高甚至将近突破了 0.0095， 刷新了自己的一个新高值，目前虽然有所下跌，但单日内涨幅也是超过 20% 的，它的市值啊等等也开始去来刷新了自己的新高。那么目前这个标的其实跟 Audi 真的是有点你方唱罢我登场，就是 Audi 开始往上涨，那么它也开始往上涨，两个人就开始在拼市值。目前整个的这个狗的市值是将近8.6亿，那么 Audi 的市值是将近10亿，我觉得这样对标的话，整个狗应该还是有将近10%-20%的一个涨幅的，大家也可以看看。但对于这个标的来说，我觉得如果你在这个价格去上车，可能风险会比较高。而且说实话，这个标的最近几天的走势都是持续上升的，所以你如果在最高点去追高，大概率可能也会有被套的一些机会。我觉得这个标的怎么说呢，
不太像奥迪赛斯这样的早期铭文具有这种比较明确的倍数和很高倍的涨幅，但这也是一个应该买入能够有收益的标的。但现在我是非常不推荐你去追高来去买入的，虽然它是一个 meme token， 应该是买在大家都FOMO的时候，但我觉得目前的价格真的过高了。那这样子来去换算，目前一个浮石当时的空头应该已经是接近了$9,000，所以确实如果当时拿买浮石然后什么都不动，对吧，然后获得这个空头，整个的收益也是美滋滋。所以币圈有的时候赚钱就是大道至简，没有必要去思考太多的一些标的，或者是去思考太多关于投研的这些那些，你要做的其实就是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然后就躺着赚钱就行了。所以也是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点。那么包括这两天这个小青蛙整个比特币生态那其实涨得也还是不错，那么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标的没什么的，但没想到这个标的最近几天开始疯狂刷新自己的新高值，所以大家也可以看看。但对于 NFT 的投资，我个人觉得请务必不要把 NFT 作为投资来看，你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 NFT 当做消费品来看，那这样子你才能够比较合理且能够 long term 的去对于 NFT 去做有持有。所以也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我个人对于整个相关NFT 相关的一些这个投资的心得吧。包括整个的 meme token 方面， meme token 最近几天依然还是涨得比较凶的，虽然像佩佩啊等等没有再次刷新自己的新高，但依然维系着相对的高点。你看到这两天 people 简直就涨麻了，对吧，然后像帽子狗现在也是来到了 3.3， 最高也是冲到了将近有 3.6 左右。所以在这一轮里面真的整个 meme 目前还是最为强势的赛道。然后我看到最近好多篇文章都在说价值投资现在是一坨大便，只有 meme 才是最近的一些热潮。但我想说的是，我在之前有一期去来讲整个 meme 的视频中也有跟大家聊过，其实整个的 meme 说实话它并不是真正由社区推动的，或者是并不是真正的所谓的去中心化的。那 meme 本身也是有装的，而且如果没有装合作商， meme 也很难达到现在的市值。尤其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些能够上线币安的标的，包括像 BYME 这样的标的在内，他们所有的这些标的其实背后都是有装，而且都是有很明确的一些关系网络的。所以我想跟大家聊的一点就是不要特别的神话 meme， 虽然目前整个的市场热点的确在 meme 上，我们也应该去来参与，但你一定要去觉，你一定要去知道，就是你来投资 meme 这个标的一直都是在 token 有填写的。 meme 可以一天之内暴涨几十倍，暴涨10%几，那也可以瞬间归零。所以你投资 meme 这个心理的这个底线跟风险是一定要去明确的。那么说完了 meme token， 我们也来看看蓝狐老师跟透子老师所发的这两篇推文吧。其实都是在讲 Arbitrum， 就是说 Arbitrum 的活跃用户已经超过了天网layer 1， 然后这个趋势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这些基本面对吧很难反映到价格上。那么为什么很难反映到价格上呢？我们看一下对吧， Arbitrum 上线一年多，市值增加了100%，价格去跌了17%。也就是说你去投资这些标的背后它都是在疯狂通胀的，也就是它一直都是莫名其妙的每天都在解锁的。那么这个解锁就是投资人团队或者是VC 以及其他的一些生态方面的解锁。所以当我们通过目前的基本盘面去来投资一些标的，比如说我觉得以太坊 Layer 2很不错，然后 Arbitrum OP 都是好的标的，然后我觉得数据上也很好，然后我们就去投了，然后你买的这个标的可能每天都被稀释，每天都在稀释，这就是一个通胀的玩法。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些 VC 或者是这些团队他们的份额一直都在减少，所以呢我们手里的这个币价就很难持续的上升。因为只要这个币价在一直不停的解锁，那肯定就会有人不停的卖啊，那只要有人不停的卖，你怎么可能又涨上去呢？虽然基本盘非常不错，但是基本盘跟价格方面又是两码事。基本盘好对吧，可能有人会 FOMO 会买，那么趁着手里有货的人就会完成出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换手没有正式完成之前，那么其实整个价格都很难出现特别离谱的一些飙升。所以这也向大家解释了一个重点原因嘛，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些所谓的头部的 VCB 明明看着基本盘那么好，团队背景那么好，价格却一直不断的往下再跌。那本质上还是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因为 VC 和团队解锁份额太多，那么他们一直不停的在卖，那这个标的它基本盘再好又怎么能涨得下去呢？或者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完成这个博弈。其实我个人觉得 VC 团队跟这个二级做市场，也就是跟我们这些普通用户，其实就是在做对手盘的。那么在整个的换手没有结束以前，那么很难去搞到
特别离谱的一些上升，尤其是如果这个 VC 或者是这个项目它根本就没想要去做事，那这个事情就更离谱了，等于说团队和 VC 把他们手里廉价的筹码卖给用户了，然后他们就溜了就走了，那就不管这个项目后续基本盘到底怎么样了，所以这也是目前的一个非常头疼的点。那么什么时候币价能够大跌呢？就是把这些币全部卖到了散户手里的时候，那个币价就可以暴跌了。如果说大部分的币依然在 VC 手里，或者是在交易所手里，哪怕是在团队手里，这个币价都不会出现暴跌。所以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逻辑。那同样呢，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有一个小伙伴说自己被盗啊等等这些，然后我也看到币安官方给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描述，那么还是由于这个插件浏览器的一个事件。这个事情其实有点特别离谱了，我觉得这哥们也挺惨的，就首先根本就不是说账户被盗或者怎么样，而就是由于之前他做了一个就是用了这个看行情的浏览器插件，然后这个浏览器插件因为要获取一些授权，就 cookie 的一些授权，结果呢就直接把所有的一些讯息都转发到黑客的服务器的了，然后黑客就用这些收集到的一些资讯然后来去被盗了。所以我真的觉得真的在币圈是有点防不胜防，那么无论是各种推特上常见的一些诈骗讯息，还是说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诈骗讯息，包括现在连续搞这个都有一些风险，所以真的大家在币圈永远要记住，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永远刀口舔血才是这个市场的一些常态。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日报想跟大家去来分享的点了。总之目前市场还是处于一个复苏的状态的，那么虽然游戏赛道没有出现特别好的标的，但确实涨幅也是比较不错的，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后续，尤其是我刚才说的 Utiverse 跟 BAC 这两个标的可以去持续的看一下。那么对于市场中出现的任何热点，我也会拿及时的去来进行同步，不过目前看起来市场还是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没有太多的一些好的标的出现。那么对于狗，虽然价格突破了新高，但至于你要不要去追，我个人可能还是要打一个疑问的。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你有更多想说的想聊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是点赞关注本频道。最后如果你想加入 VIP 付费群，也是欢迎大家扫码付费加群，价格15美金一年。感谢大家收看，下期视频再见，谢谢。